去吧。 信不了，把咱们当猴耍，啊，一个押车的，有什么可耍的？你当然清楚，前线吃紧，咱们北上，这不是去送死吗？怎么，你怕死啊？怕死？哼，我早就看信不得不顺眼了。那破工厂的晚上，唉，可惜呀。 丢了一条性命。妈妈，我们回来了，妈，我饿了。快来吧，我有事要跟你们说。才43岁，真没想到，轮到我们这茬人。 是交情，别忘了代表我们全家给老蒋买一个最好的花圈。我怎么能忘呢？那时候，没人敢接近我，连计算机房也不让我进。后来老蒋冒着风险替我担保，让我到他的机房里进行研究。
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和我孩子的，我哪也不去。 你受苦了？没有。啊，不容易。王叔。 我跟他们回到。
吗？回来。相信你们没人知道谁是黑衣人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我。我想妈妈。我知道。朱德莫，这世上要是真有这样的人就好了。我的王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就是我去死吗？不是死吗？叔叔，废话。
命了，都是因为你。